天明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啊！明天午夜十二点之前，你将会失去你最心爱的人。你胡说！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未来的事情？你是谁呀？我知道的事情比你们想象中的还多呢。哎，你别走！你到底是谁啊？这是你们三天的命运，你每天打开一封来看，就能预知一切。能预知一切？那之后会怎么样呢？啊？哎，老婆婆，老婆婆，老婆婆，不见了。那个该死的人应该是我，丽君。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喝那杯毒酒？要是我死了，就会先应验那个老婆婆的预言，小丽就不会死了，是我害死小丽的。丽君，我回来了。天明，真的是你回来了？是啊，不是我，还有谁？你是人还是鬼啊？我真的是人呐，丽娟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死啊，我是侥幸被一艘渔船上的人救起来的。你真的没死？是啊，我现在不是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吗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天明，天明，丽娟，丽娟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打你，我更不应该怀疑你和武汉。